欢迎来到广东话冥想系列。今日做最简单的就是关于深呼吸的冥想。现在开始了，准备好没？首先眯埋你对眼，慢慢地深深地呼吸一下，再一次慢慢地深深地呼吸一下，感觉一下空气从你的鼻慢慢慢慢地送到你的肚里面，感觉到你的肚充满呼入的空气。意识到你呼入的空气慢慢地很温柔地流入到你的鼻、你的喉咙，然后更加深入到你的肺。保持这种慢慢地、轻轻地、深深地呼吸几次。感觉这样的呼吸是不是很宁静和很舒服呢？再一次慢慢地轻轻地呼吸，令到你的身体和心灵都感觉到这种愉快的放松。你什么都不用想，只要专心和专注在你的呼吸度。冥想可以带给你心灵的宁静，冥想亦可以带给你专注和冷静。就在这一刻，要非常投入地听下你的呼吸，不用理会周围繁杂的声音，只要专注在你的呼吸度。然后慢慢地专注在你身体的感觉。现在你可以听到你自己的心跳声，噗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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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的专注可以令你听到你的呼吸声非常清楚。你好小心、好专注地听听，再听听，再听听你心里面的声音。你越专注在你的呼吸，你就会越觉得好神奇，感觉到你的身体在这里重生。
呢种呼吸好特别，因为佢系一种能量流入到你成个身体里面，令你全身感觉好轻松、好舒服。允许这种能量慢慢地流入和充满你的身体，感受到你身体每一个细胞、每一个肌肉、每一部分的窿窿罅罅都充满着这种能量。想象一下这种能量带给你的快乐和美好。试下沉醉在这种感觉度，再一次慢慢轻轻地呼吸几次，慢慢地轻轻地呼吸。你可以继续沉醉在这种感觉里面，或者你准备好的话，可以打开双眼。多谢你的收听。